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开始教老铁们溜一下跳啊。你看溜跳的时候，一个手往左，一个手往右，哎，去掉两边的头。咱们取这边的头，就这边的头就不取了。咱们现在撒一点面薄，撒上面薄以后，咱们现在准备开始拉面。师傅给你们拉一个超级细的一个面啊，家人们你们看一下。首先拉面的时候，咱们把面搓均匀，两手同时拉开，同时合拉，哎，合过来。哎，继续拉，这样收面，哎，对，贴起来，用小拇指捏紧以后掐掉，两个手同时拉开，摆开条。哎，今天感冒了，家人们休息一下啊。对，咱们撒一点面薄，哎，两个手同时拉开，手指放到中间，咱们家人们你们看这个面细不细啊？因为拉面，家人们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，你们只要会了，你们也能做到师傅的这种面啊。这个面家人们看行不行，这个面十三手的面啊，好，甩面，哎，对，好嘞，看行不行，兄弟们，细无法丝，这就这样吧唧的，太细了，家人们。